原标题：中国不通婚几大姓氏，除了秦、越，还有很多家族不通婚。比如潘武，中华文明经过了数千年的洗礼，除了孕育了璀璨的文化，还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恩怨情仇。这些恩怨没有被历史所冲淡，甚至还有许多奇怪的现象保留了下来。众所周知，我国是先有氏然后才有姓，并逐渐将姓氏作为一种文化。许多同姓之人虽然不曾相识，但是按照族谱找上去，极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的后人。而由姓氏带来的问题远不止如此，历史上就有许多的姻缘因为姓氏而告终，想要通婚更是十分艰难。这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秦越两家，除此之外还有李姓与朱姓等等，而且还有很多两姓之间存在隔阂是由于文学作品造成的。比如说著名的《水浒传》，作者为了渲染故事情节，将一些虚构的感情夹杂在其中，随着著作的不断流传，慢慢将其中的虚构故事演变成为了现实当中的禁忌，实在是令人可笑。不过许多人还是为了名声而不去触犯那些原本就荒唐的禁令。这里说到的秦越两家出现隔阂甚至永不联姻，就是因为当时的权臣秦桧陷害名将岳飞引起的。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故事。身为投降派的秦桧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，将保家卫国的岳飞残忍杀害，而秦桧也因为自己的罪行被人们唾弃，直到今天还跪在岳飞的铜像面前。大权在握的秦桧用尽全力打压抵抗金朝侵略的将士，将岳飞的兵权收回来，还以令人作呕的罪名将岳飞迫害致死。等到后来岳飞被平反之后，虽然恢复了民族英雄的名声，但是与秦桧之间的纠葛却世世代代无法解除。岳家自此立下一项家规，不准与秦姓人家关系密切，更是严令禁止通婚，如果有人违背的话就会被开出族谱。后来有一位姓秦的才子曾留下过人从宋后少名讳，我到坟前愧姓秦的感叹，确实在此事之后翻看整个历史，几乎再也没有人名字中带有讳字的人出现，甚至有的报纸上还增登过报道，在安徽地区现在生活着大约一万多名岳飞后人，他们世世代代恪守家规，即便距离今天已经接近千年了的时间，他们还是遵守着族规，没有放下先辈的教诲。现在已经是开放社会了，但是关于两家之间在通婚上面依旧没有进展，并且除了不与秦姓人家进行联姻之外，岳氏家族还与一个家族是世仇，那就是完颜家族。这个不用说了，当时的金朝就是由完颜家族掌控，曾一度让宋朝陷入危难。正是岳飞挺身而出，带领训练有素的岳家军与金军进行殊死搏斗，两方人马总共经历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斗，岳飞一路势如破竹，收复了大片失地，让金军狼狈不堪。自此之后，女真完颜家族就与岳飞家族结下了仇恨，女真家族更是留下祖训不可与岳姓通婚。随着时间的发展，女真后裔大都聚集在今天的河南等地，一直隐姓埋名生活了数百年，他们一直信守着当时的诺言，坚守他们的民族信仰，一切与岳飞有关的影视作品通通不看，可以与汉族通婚，唯独不能与岳姓人家往来，并且他们崇尚神灵，尊敬马与狗，延续着自己的民族特色。同样是发生在大宋时期，小说《杨家将》中的潘仁美被描述成陷害杨业的元凶，而杨业是杨家先祖，为大宋出了不少力气，杨氏整个家族都为国家献出了生命，因为这件事导致杨姓后人大为不满，后来便有了潘杨不通婚的说法。但是
这仅仅是文学作品中的描述，真实的历史上，潘仁美可能比窦娥还冤。潘仁美的原型名叫潘美，也是一员虎将，曾经立下许多战功，深受皇帝喜爱，但是在小说中被描述成奸臣，完全是空穴来风。再有就是先前提到的名著《水浒传》中，潘金莲被描述成毒死自己丈夫还不守妇道的恶毒女人，使得武家与潘家势不两立，今天还聚绝在一起，而这一切完全就是小说杜撰而来，没有丝毫的根据。人们在历史上找到了武大郎的原型，是一个高大威猛为百姓谋福利的清官，而不是小说中的那般不堪。而潘金莲也是当地的大家闺秀，很有个性，在丈夫还没高中状元的时候就不顾反对嫁给了他，两个人也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对此，施耐庵的后人也曾为此道歉，表示施耐庵所作文章情节都是虚构的，因此带来的影响都由施家后人来承担。还有就是当年朱温篡夺了李唐江山，导致唐朝覆灭，后来的李自成推翻了明朝的统治，因此两家之间也变得水火不容，成为了世仇，彼此之间更不存在通婚的可能。再有的就是从神话故事演变而来，传说远古时期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彼此对立，水火不容的后代便不再通婚。梁祝之间虽然是一个凄美的传说，但是结局非常悲惨，因此不被人看好。清朝诗郎与郑成功之间的世仇，也让诗郑两家一直有间隙等等，这样的说法还有很多很多。俗话说万事皆有因果，这些家族之间不与通婚确实有一定的历史缘故，但是因为这些缘故让许许多多的有情人不能生活在一起，时光飞逝，转眼之间已经到了现代，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规矩正在被开放的社会所接受，历史的车轮从不停歇，也在改变着曾经的传统。一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